哎，大哥，咱们是先找人还是先找饭？废话，都得找。都饿死了，只有填饱肚子才有劲找抓人呢。先找饭。 长官，他们果然来到了医院，不过没有看到那个女八路。何不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一下？一切不就清楚了？我能打草惊蛇。你到医院的外围看看，看看那几个八路有没有跟上来。也许只有他们两个进来了。那个女八路被他们压在医院的外围，你去调查清楚，然后回来报告，不许擅自行动。我在这里等着。 臭娘们，连个人影都没了！哎，奎哥，我看见他了，在哪儿呢？看，走，过去先看看去。 这回给我往哪儿跑呀？你们可得想清楚了，这是鬼子的地盘。少废话，乖乖的跟我走，走。